阮诶，阮即个金家大港庄后那开始大厂开始工哦，因为以早哦是真兴旺真发展，啊，只有家家户户拢有即个一只渔船，哦，啊甚至即个渔业啊非常即个兴旺，啊但是因为进入即个工业时代，啊年轻诶一辈无爱继承即个掠鱼诶工作，啊拢出外去打拼。 啊，所以因为伫出国工作的关系啊，啊有的就拢伫外口买厝，啊，所以即个砖头啊，渐渐啊，都户数都较少，啊，都较没落来啊咧。但是大厂家乡的即个历史啊，这是伫明末清初的时，啊，都一间大厂有啊，啊，因为经过即个。 以早清朝时代，即海啸啊，加上即个所处的洪灾，啊，所以一直所处的搬迁，啊，搬迁来到今即个址安尼。阮的青龙的即个由来哦，是听以早听吼，介侪老辈安一代一代安尼咧相传，哦，就是讲，伊是伫即个郑和啊下西洋，哦，其中有一处，啊。 所带领只官兵吼，啊，驻兵伫即个啊太干部即个所在。啊，原本迄个庄应该毋是做太干部，但是因为田和关系，所以田和伊家伊是三宝太干，所以伊甲封迄个庄叫做太干部。啊，青王哦，照老辈讲，伊是官兵咧拜，哦，因官兵一路要下西洋，哦，因咧保护即个官兵，哦，即个百姓的安全。 啊，是官兵咧防守的，但是因为伫这所在非常的灵位，啊，尾啊官兵要离开的时啊，啊，砖头的基诺啊，大概救，哦，啊是袂留落来，哦，守护这砖头，还有这砖头的人啊，万地香烟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对哦，这个太干部，但是太干部因为经过这个海啸，哦，已经无去啊。 因踮尾伫海底，啊，所以呾哦，即厝即个老辈，金村请来呾一直倒厝个数，会迁移呾走较近个即个所在啊。阮个天公祖啊，为虾米是成吉思汗哦？即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经过哦，阮砖头个人已经过百年哦，啊，毋捌即个算讲，要老辈长久来拢无咧甲伊。 哦，清洗即个根源，经过啊，即个最近啊，哦，即几年个当中啊，即个路啊已经大成，有种种拢完成，啊，即个路啊一直甲伊求真，啊，上苍天心慈悲吼，啊，所以伊呾下凡哦，落来圣世哦，伊就是伊有落来转世，伊是凡过开天混沌初分就得到咧掌天盘，所以原本就是。 就是天公祖啊！啊，但是伊转世又来化，伊有台转三世，啊，第二世就是转世，就是咱西藏哦，迄个松赞干布布达拉宫，咱西藏诶拉萨布达拉宫，就是伊做国王诶时，伊来开发，伊来兴建诶。好，啊，然后经过大约在百几年后，伊大概来转世成吉思汗。 所以，阮的天公祖啊，就是成吉思汗，这是咱大兴大雄的姓氏啊。咱后天永大仁尊天公哥大帝伊家哦，人缘顺畅哦，这是对这个，所以这代志对阮庄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，嘛是会当讲哦，对咱台湾哦非常的这个重要哦，因为基台讲照着。 上苍天心慈悲，人缘顺畅，啊，互咱台湾哦，会当安啊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哦，互咱这台湾哦，这百姓会当安家家户户吉祥如意，啊，即次这个金主呢，正月十六，或者要紧，会使讲砖头哦，不管啊南大老幼，包括这年轻的一辈，大家拢。 同心协力啊！小弟希望吼，咱这国界吼，会当然啊来踊跃来参与，来到老节。
啊来指导，吼啊，予咱这个城市吼会当去更加的这个啊闹热，啊更加这个光彩，感谢大家。